你看我的手指，哇，哎，它从水里面拿出来还是粉呢，没有，越来越变湿，要太深了，掌声鼓励。这一颗定妆蜜粉，经过我这种高效率的妈妈测试之后，目前荣登我心目中彩妆第一名光圈蜜粉，因为它扑上去之后就很像那种美颜灯打在你脸上一样，那种柔雾光感啊，不灵不灵的，而且非常自然，它一整天都不用补，定妆效果。 特别好，而且你知道它属于那种，你知道吗？越夜越美丽的，就到晚上的时候稍微出一点小油之后，它跟这个蜜粉一融合，你的妆会更贴更自然，就像那种珍珠的那种非常细腻的光感，大家会一直忍不住看我的不灵不灵的那种的。对，而且它很大一罐啊，对，很大瓶，然后它的粉扑很高，它的粉扑非常的细，对，这种绒毛的小设计，它就帮我们把那个蜜粉很均匀的铺在。 脸上每一个细节，这样拍一拍，我现在手上拍一拍，大家看粉超细的，好透哦，非常透，真的很细，对，而且像我们这种很忙碌的妈妈或各位上班族之后，我们起床就真的时间很短，哪有时间化妆？我们就擦上隔离之后，然后你再铺上这种光圈蜜粉，你就可以出门了。像我今天脸上就只是防晒隔离，再加这个蜜粉，这样子而已，一整天的好气色。你看我到现在整个脸都还是很明亮。 完全干，对，不会哦，因为我本身是干性肌肤，它里面有添加那种芝麻的萃取，可以帮我们保湿的。哇！我现在上脸给大家看，是，它非常，所以几乎所有的肤质都可以的哦。可以，而且它非常的保湿，你像这眼周啊，然后法令纹，你都可以大力的上上去，重点是它的颜色不会，不会卡粉，而且颜色不会死白，不会很自然，然后很细致，粉感。 对，然后这你看这斑斑脸，是，这样哇，如果你有些小痘疤、小斑点，你就先上一点点遮瑕，然后再铺我们的定妆蜜粉，就一样可以把妆定的牢牢的。因为它不仅保湿，这一颗的控油效果也非常的好。是，你知道我们只要把脸上的油控住了，它持妆效果就会变得非常好。对，而且这个光圈蜜粉铺在脸上之后啊，它这个整个脸都会像开了那个滤镜一样，你的毛孔相被柔焦了一下，完全看不到，而且细小的斑点啊都不见了。嗯，重点是李欣上了这么多层哦，你也不会觉得它厚重感。对，所以姐你可以摸摸我的这个脸，可以吗？特别的嫩，好滑哦，所以超嫩的。 请问一下，比如说像我们拍戏啊，有时候上妆久了，然后我们出外景，很容易出油。对，必须要它。对，所以就不需要再拿粉饼，因为越补越厚，它会越变，怕厚重，补太多层会裂。对，你用它定妆，对，会卡粉，对，会卡粉，它都不会，因为它完全没有加那种滑石粉，因为很多蜜粉会加滑石粉，你会有一种假滑的感觉，而这颗你铺上去之后，会有那种绒毛感，很像婴儿的那种肌肤，嫩嫩的，嗯，然后。 同一个，同一个，可能是把那杯水泼你脸吧。不是，我把茶给水里，把他们家水里啊，这样实验啊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大气的实验。完全浮在水上，哇，哎，它真的完全没有像水，完全真金不怕火炼，而且它再多一点，它一样也是浮在上面。你看看，它完全没有溶于水，它完全浮在上面，真的很厉害。对，然后我们再看其他家的，我们先做对他们家的牌，另外一排的哦，哇哇哇，哎呦，好看，哇，融了，立刻沉下去，马上定吸引力往下沉。你看它的不溶于水的这个，你看我的手指，哇。 就粘在手指上，你看，一样，还是粉的耶。它从水里面拿出来还是粉呢，没有，很厉害，没有变湿，一样，从水里拿出来，我要试试它。哇，它叫杰克吧？粉都在他的手指头上面，水跟粉是隔离的。吹，太深。 谁用吗？谁？鱿鱼。
真的，你讲一个水上芭蕾的舞者，不是，因为它每天在水里面就不脱妆了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所有成分都是海洋友善成分，所以你可以铺着这个蜜粉下水，都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，然后不仅容易水，它还环保。而且它的分子真的非常非常的，它的隔绝力怎么会这么强？好强，一直。它。不溶于水，它可以把水跟粉完全隔开，所以它的隔绝力真的超级棒。它不会因为你流汗、出油或空气脏污，你的妆整个变得脏脏的。它会让你一整天妆感都非常的完整，倍儿亮，像我这样。哎，我两只手擦这么多。而且一年四季都适用，夏天出油它控油，冬天干燥它又保湿，一颗粉底带大家的妆感都是哇，天哪，升天了，棒了，对，升天。 这个介绍真的很棒，对不对？好，掌声给我们李欣。